打开电源开关，按下设置键设置温度，再按设置键设置时间，最后按设置键回到原来界面，连接空压机，提起气源处理器上的黑色盖子，顺时针旋转增大压力，逆时针旋转减小压力，拉出工作台，将烫印布平铺在工作台上，放上烫印纸，再将高温隔离布放在上方，按下绿色的启动键，机器开始倒计时，该机器拥有双工作台，倒计时结束，发热板自动弹起，图案转印完成。